他前面玩滑板动作只要大佬，老滑板动作。 我打这么激进，哎，回了口血，怎么说？哇，你还别说，这前期度过还真挺平稳的，大伙。这两个小 Q 就让我回了34滴血，又回了口血。 这是为何？有点不太难，不太懂。本来鳄鱼玩不了的，你这不是给了他一个翻盘的理由了吗？啊？这佛爷哥，这搞得我有点难受。是的，鳄鱼这东西不能这样抓的。果然玩打野的人对线还是对少了，他不太懂这个意味着什么。鳄鱼闪现加点火。 牙龈出血 ，CD 鳄鱼要死了！哎呀，玩的真的是好烦。这英雄一点压力都没有。要佛爷哥不去送那个就好了，我感觉鳄鱼已经结束了，懂我意思？他如果不去送那个头的话，大概率已经结束了。 太可惜了，控一下线吧。这个血之位还挺好用的，前面是扛住了，扛住之后其实等下一波那个塔前线堆就好了。主要是这弗雷格他贪这个人头，然后去给鳄鱼送了一个，他一套打不死就不该再追了。 他追把自己追进去，搞得我很烦。因为其实鳄鱼他线被控，他基本上就已经没什么关联了。其实那一波已经，让佛爷哥别来上了，我跟他经验差距不大了。 他这波玩可能到六，那就是经验是一样的，其实还没到六啊。对，我需要清掉一点，那我经验还算是领先，那还行。我操，真变态！
好机会。 这先被控没事，直接走就行。这笨蛋大概率也不会控线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他还真不控线，我们先买新虫吧，打他。他这里应该也是会直接推线。这个鳄鱼没什么脑子，他的玩法。 来线的就推他不懂控，他控其实可以让我掉一波线。妈，你就这样玩，这样玩没什么优势的。那这个就可以了，这基本可以确定对方这个，他就是靠的一个英雄熟练度在玩。他这个可以确定100%确定，靠的一个英雄熟练度在玩。 不是熟练度，他靠的英雄的机制在玩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人他除了这英雄数值以外，他没别的东西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我操！他这里其实失误蛮大的。啊，越我线。 妖人，这英雄还是强，相当于两个打野抓我了，闪现点火，还是七级。 我们打野搞完中搞完上去搞中，就直接变劣势，这把真不好说。打野不来他不会上，很烦。每次打这种点火鳄鱼就怕自己家打野来搞，你把他耗耗的快残了，然后你现在那边卡住，然后。 他没地方去了，你打野硬要来搞一波。其实鳄鱼的血量，他对线正常来讲，死了哥们。上博没用大，就是为了这个。 没事的，这个鳄鱼它不厉害，只是英雄数值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打不过还真的不是技术，真是英雄数值的问题。 等一下吧，这个出来就好打很多，先不用走。因为从我跟你讲，从那一波有一波线他可以控，但他不控，他选择直接猛猛上来把线推了，我就知道这人不会打上单。他上单完了，他也垃圾，他好像又要叫凯隐上来，我想一下，这波死还真挺麻烦的。 哎，又好恶心！这又叫打野来临，真挺烦的。这里主要是没什么办法，还行，风雨玩挺好的。
风女不来这波怎么讲？风女这波不来，还真吃不了这两个路程。不来的话，但也还可以玩。他不来的话，下波就是焚天打星虫。其实到这里就已经可以开始玩了。主要这把还是因为那个破败王的问题啊，他这个地方送了太那个什么了，还是因为那破败王的问题。发了信号都不，他硬要搞，没什么办法。啊，他肯定会上来一直那个的。又要开大月塔，吸了波血，没事啊，有那个就可以，有星虫的盾就可以，这盾挺关键的。我操，卡牌！帅卡牌，这闪现挺果断的。没了这鳄鱼，他基本没什么优势。我两件的鳄鱼，他还是一件。他买了一个死刑，打鳄鱼还 真可以带着血的滋味，血的滋味加多兰顿就可以顶得住。怎么还在推线呢？你玩来玩去只有这个玩法吗？十二打十级。带了个扫描，打不过我的。补到车，地下普攻会暴击，鳄鱼出盾没什么太大用，其实。这都 Q 不到啊！这把没搬凯隐，队友没抢到给对面拿了，这把还真不好说。如果因为这把放凯隐出来游戏输了，还真的会挺难受的。凯隐这东西后面起来就不一样了，他买一个狂妄出来就一直追着你，他只要杀到人后面就很危险。凯隐这东西有点夸张。他带了一个扫描的，不给我弄破炉了，不再出来就死了。问题是鳄鱼还能去其他地方打钱吗？你好像真不能去其他地方打钱。
这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，这鳄鱼不会玩这个，单纯就是英雄强度的。哇，我怕被抬，你们两个要死了。 还不走，我操！他也要回头调戏我一下，是因为这里有人是吗？有开你在吗？鳄鱼可能又要去吃这波线了。我马上三箭，他顶不住我们，而且我们是征服者加破罗。 征服者点满加破罗后期应该是能轻松到大概是40多点出头的攻击力，现在已经快，现在点满应该多30多点额外攻击力，啊，不到30多，我这个没点满，还差一层，我来个幽梦吧。 再买把长剑，我不能死去，除非所有生命全部终结。我一下只有12级，我马上15级，一换一。 原始人崇拜我，向我祈求怜悯，我要赐给他们。 我挺想 Q 上去。 说实话，我刚刚挺想 Q 上去。 我操！编个凯你这么猛啊！编个凯你这么强！ 马上16了，鳄鱼还是10。闻天星虫。
鳄鱼焚天星拳，他会不会往前面走？我看着他往前面走，他往前面走我就给他秒了。勾，没勾到，全去下路了。上路没人设防，有人设防吗？ 好像没有人手上。哇操，这么夸张啊！你们的伤害，你们怎么感觉不像12级13级呢？嗯？哇操，这一秒钟的爆发太高了，我好羡慕呀！我也想要一秒钟这么高的爆发。 哎呦，太夸张！凯里拿了围圈，还行吧，让队友推完吧，让3000块。哎，我想看一下这个，如果11也行，差不多吧，还行吧，小问题，吸引一下。